在不同场合都能找到合适的款式进行搭配。好潮 Wonder Nest 作为一个创意家居品牌，目前主要出现在一些优质的家居精品店，像 K11、诚品书店、一条、三菱生活。我们希望能和更多与我们理念一致的品牌或设计师合作。独特、不俗气、符合美学是好潮的基本底线。我们常常天马行空、异想天开，能够做出心里所想，同时又能满足人们实用需求的产品，让我们无比兴奋。好潮2017年底在上海成立，目前我们的团队有15人，产品主要有茶具、餐具、咖啡、饰品摆件。2018年，我们与设计师联名做了一系列和迪士尼以往风格截然不同的产品。2019年，我们推出了极具东方韵味的茶与咖啡结合的木椅系列。今年，我们又设计了中国老式招牌和传统美食文字结合的中华美食街系列餐具。我们推陈出新不会很快，但也不会做让自己失望的作品。2019年，好潮将设计工作室从上海放到潮州，这里离工厂只有一墙之隔。我们的工厂有600名员工，主要出口日用陶瓷，像 Starbucks、威廉·索罗玛都是我们的客户。好潮的设计师在这里可以将他们的奇思妙想在千变万化的工艺中实现。如果要选一款产品代表现阶段的好潮，那可能是无重力咖啡豆。虽然这款产品的市场比较小众，但我们依然投入大量的时间去设计跟改进，最终推出了一款可以自由伸缩、方便携带的咖啡滤杯。我相信这款产品的外观和使用方式是独一无二的。我们的产品风格多样，有偏东方简约的，有摩登时尚的，也有质朴复古的，在不同场合都能找到合适的款式进行搭配。我们来 MNO 看展已经很多年了，终于在2020年的1月份很荣幸受邀参展。对我们来说， MNO 是全球最有品质和艺术性的展览，是很多品牌向往的地方。在今年的1月份展览上，我们展示了不同风格、不同使用方式的器皿。一开始以为某些款式会受到冷落，出乎意料的，来自全球各个地方的人都能在我们的展会上看到他们喜欢的产品。这次参展给了我们很大的鼓舞和信心。